差唔多係千幾年前，唐宋期間咧已經出現咗八仙圖噶啦。跟住元朝嘅雜劇咧都有好多關於八仙嘅故事嘅。不過角色啊同埋成員咧就好唔穩定，成日都換嚟換去，直至去到明朝吳元太嘅《八仙出處東遊記》咧，先至將八仙嘅成員固定落嚟嘅喎。好啦，我想喺呢一度考下在座嘅觀眾或者小朋友啦，最好知唔知道八仙係邊個呢？大聲啲講俾我聽啊！ 你哋又知唔知道八仙之首，即系佢个领队系边个啊？
唔知啊？好，我話俾你知啊，佢就係風度翩翩嘅呂洞賓啦。大家好，大家好，俾啲掌聲啊！王母娘娘受神，我哋八仙由蓬莱岛前嚟祝寿，敬贺王母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除了因為尊敬王母娘娘這個老人家之外，他們今次千山萬水長途跋涉地來到這裡祝壽，其實都是因為壽宴裡面的美食。據說王母娘娘的壽宴呢，哇，真是珍馐百味，里酒佳肴，什麼都有得吃的。除了有千幾款的特色菜，哇，真是令人大開眼界之外呢，有一樣東西是其他壽宴都沒有的，大家又知不知道是什麼呢？哇，好犀利喎！我知啊，有人答咗啦，冇錯啦，就係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果嘅蟠桃啊，六千年先有一次啊，今次所有神仙都嚟曬，所以大家都食得好開心啊！聽講啊，食咗蟠桃之後咧，仲會延年益壽、青春常駐添噶。啊，仲有講個秘密俾你哋聽啊！其實我哋而家喺壽宴入面食嗰啲壽包咧，就係照住個蟠桃吸出嚟嘅。所以我們不用等六千年，我們幸福一點。好了，說回八仙，八仙今次有口福，大吃大喝之餘還玩得很開心啊。那玩完之後他們準備回家了，那在回程的時候呢就去到東海邊了。不過今次他們有些醉意喎。東海真是廣闊無邊啊，变幻多端的海市蜃楼，亦都是美轮美奂。众仙友，我哋平时喺蓬莱岛嗰度修炼，一直都好少郊游嘅。今日适逢奇会，一同远游，兴致勃勃啦！不如我哋一起去海中心嗰个小岛嗰度，欣赏下一下海市蜃楼嘅美景啊！哇，其他神仙听到有得玩，梗系赞成啦。於是就準備騰雲駕霧遊東海了，點知就在大家想一躍而起飛的時候，呂洞賓又阻止他們噃，且慢，
有，假若我哋乘坐祥云来去如风，岂不是会错过仔细欣赏海市蜃楼嘅趣味？要欣赏海上风光，我提议，不如我哋各施各法，由海面走过去小岛，仲有睇下边个最迟到嘅就要罚啦！大家准备。Thank you.
道落極之時亦都係生悲之人。原來當南初和攻東海嘅時候，佢手上面嗰個花籃閃閃生輝，撐到同埋騷擾到喺海底入面瞓緊晏覺嘅東海龍王喎。正所謂你瞓緊覺嘅時候俾人吵醒，你會點啊？喂，梗係發曬掹針拆曬天咁噶啦！何況嗰個係龍王，於是龍顏大怒，更加派二太子將南初和一手扯咗落嚟龍宮。經過一番盤問之後，這個東海龍王不單止沒有放過藍彩和，他還縱容他的二太子將藍彩和的花籃據為己有。因為這個年紀輕輕的龍王二太子發現藍彩和的花籃所發出來的光芒真的很千變萬化，跟他龍宮裡面的寶貝和玩具加起上來一點都比下去。你好啊，你好啊，哇，好耐冇见啦，咦，哦，
大个仔咗好多噃。唉，你好嘛？哦，系咁样嘅。我咧就想落嚟龙宫呢度，想问下你哋有冇见过阿蓝彩佢？Thank you.
嫦娥救，吕洞宾系救翻蓝采和同埋攞翻个花篮，但系佢斩杀咗龙王二太子。东海龙王一定系好伤心又好嬲，但系当八仙一齐落到嚟龙宫大闹龙宫嘅时候，佢亦都冇办法招架，唯有抱住好悲痛嘅心情，逃难去咗南海啦。Thank you.
Thank you.
每目秋夜嘅景象。東海龍王見到一定係好傷心，而且佢仲悲憤莫名添。龍宮被毀，太子被殺，呢一個不共戴天之仇，佢一定要報。所以佢就走咗去揾玉帝告狀，一五一十將成件事講曬俾佢聽，不過係佢個版本。玉皇大帝聽到都好嬲喎，於是佢就決定出兵啦。派出天兵二十萬捉拿八仙。哎呀，你哋好嘅，喂喂，哎，打個招呼咋？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哎，你好，哎，咁就，哎呀，又靚女咗咧，睇到你啊，哎呀，哎呀，你咁好照樣嘅，你真係，哎呀，好鬼過癮啊，你哋啊，見翻你哋好開心嘅真係。哎，哎，玉帝，哎，做咩？你唔認得我咩？唔認得我。嚇？你唔認得我？唔認得。嚇？你有冇搞錯啊？哎呀，陰公啊，你梗係做嘢做得辛苦得滯啦，你連娘親你都唔認得啊！哎呀，慘咗！哎，你哋係咪做得一樣咁辛苦啊？唔好連娘親都唔認得啊！你哋呢班天兵天將，你咪笑啊！你哋都係啊！你平時做嘢唔好咁辛苦啊！嚇，你連娘親都唔認得咧，你就不孝噶啦，知道冇啊？哎呀，乖仔，哎呀，咁有冇見肥肥白白咁樣都幾好啊？唔錯，阿母啊，我咧喺上面啊，好鬼悶啊，所以特登走嚟同你玩下啦。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咧就好悶，我又想聽下你嗰啲音樂啊嘛。咁我頭先喺中面入嚟嗰陣咧，見到個小朋友拿住個咁嘅嘢喎，啊喺度搖下搖下。搖下搖下咁樣，誒、哎、好好玩嘅，啊好似咧聽到啲海嘅聲音咁樣樣啊，咁咧啊，你可唔可以叫大家玩俾我聽，孝順下我咁啊？好啊，咁大家要跟住我喎，有個盒仔入面有豆，你翻去咧可以種噶，壞運冇出翻嚟啊，啊唔好食綠豆沙係唔夠用噶嚇，要種多啲啊，咁啊嗱，依家我哋要係啦。但係咧，要識得停停啊！玉帝講你都唔聽。誒，嚟都幾好喎。仲有咧，如果個手勢係咁咧，就你哋輕輕咁搖啦，輕輕啲係啦，呢個大聲。收。OK， 不如你哋係海啦，綠豆出嚟嘅海聲喎，幾得意喎，係咪？咁大家海量，不如我分兩邊啦，立體啲。呢度咧就左批，呢度右批啊。同政治無關啊。咁中間啲你哋中意左右都得，左批右批，咁啊左邊右邊啊。咁啊，睇住我咯喎。仲有一個咧，當我如果將手擺喺我口下邊咁咧，大家咧就嗌出嚟得唔得？就呢個星期如果有咩不滿咧，將佢嗌出嚟就，哦，得唔得？總之有聲出嚟震動呢個音樂廳得唔得？然後最尾我一收咧，大家又一聲喺單元出嚟嘅，嘿，我哋試下喎，你中啊？呢個先係。一定要嚟過我哋音樂會，一定係有嚟過。你哋嚟過。不如我哋同樂隊一齊玩啦，樂隊做啲節奏，然後跟住大家跟住我啊。
咗你話要去打仗喎。就件事情咧，我就唔中意你去打仗咧，破壞和平嘅嘢唔應該做嘅。啊，不過啦，我又知道你身不由己都冇辦法啦，咁多人要你啊幫手咁啊。哎，我冇眼睇啦，打橫架，唔好打親自己個樣啊嚇。我好辛苦先啊，生過你咁靚仔嘅。哎呀，好嘅好嘅，啊你哋都係嘅嚇。说二十万天兵去到咗龙华会，见到八仙一句说话都唔讲就捉人啦。齐天大圣孙悟空见到好朋友被侵犯，就心知道一定系龙王搞鬼，走咗去玉帝嗰度告状。于是怒从心起啊，即刻上前阻止佢哋捉拿八仙啦。所以呢一场交又点会有打唔成嘅道理呢？Thank you.
漸漸死傷者越嚟越多，天、地、海，好多無辜嘅生物同埋環境都遭受破壞。玉皇大帝開始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啦，於是佢好辛苦先至勸停大家唔好再打落去。咁佢就喺度諗啦，解靈還需繫靈人，呢一件事係由南彩和同埋東海龍王引起嘅。咁嗱，東海龍王嗰邊嘅版本佢就聽過啦。南彩和嗰邊，佢都想聽下噃。南彩和，在，將成件事原原本本咁同我講一次。知道玉帝，件事係咁嘅。哇，你真的很高層次啊！唔通係龍王錯？得啦，唔使講，我知道你想問乜。等我想下先。如果當日我過海嘅時候，考慮到嗰個花籃嘅光芒要騷擾到其他人嘅話，咁呢件事就唔會發生啦。又或者，如果東海龍王同埋八仙堅持用和解嘅方法去解決問題嘅話，咁樣又唔會打起上嚟啦。而家搞到生靈塗炭、山倒海移，其實我哋都係有責任嘅。
你明白就好啦，要记住呢个教训啦。遵命，玉帝。阿玉帝啊，不如我叫埋其他仙友出嚟，同大家握手言和咯。众仙友请。海可以创造奇迹，孕育生命，滋养大地，但是我哋人类究竟要啲乜嘢呢？是不是要不停地争夺呢？如果大家想得通，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就可以重新反省。记住，人的贪婪和任性一定会带来无可挽救的恶果，不单止会伤害到自己，还会伤害到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下一代。
谢谢。